撒不撒开？我不撒。哎，你给我撒开你！就你害怕你抱我大腿干嘛呀？不就打个雷吗？看给你像的样，像不像个男人？小米粒儿，我从小到大啊，啥也不怕，我就怕打雷。那你现在赶紧回家，猫被窝里就不害怕了。走吧。那不行，咱们小区啊，变压器坏了，物业所有人都去抢修去了，你都来帮忙了，我能不来吗？ 再说了，我怕你害怕，我过来陪陪你。你陪我呀？嗯，你不在这乱叫唤，我就不害怕了。妈呀！妈呀！太害怕了啊！出去。喂？啊？什么？哎呀，那怎么办呢？啊，行行行，我知道了。好的。哎哎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干啥呀？ 你干啥去啊？谁来的电话呀？是田笨笨不？什么呀，我大姐夫。赵刚子呀？啊，啥事儿啊？我大姐夫不去外地出差了吗？走的时候把一份重要的文件给忘在物业的保险柜里了，钥匙他也带走了。关键他明天还等着用呢。哎呀，那咋整啊？这不来电话让我帮他找开锁公司的吗？我现在回家找一下他们的电话。你呀，在这替我值会班，哪儿都不许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 小米粒，你别走啊！哎，我害怕。哎，我的妈！哎，街坊邻居们，别着急，没事啊。咱们这个电工师傅们正在抢修咱的变压器。哎呦，这几个师傅真棒啊！我说给你们打伞吧，死活不让，淋得跟落汤鸡似的。我这不到咱们物业啊。 给他们找几件雨衣，要不然再冻坏了。街坊邻居们要注意啊！今天晚上有雷电，把那个插销都拔下来，啊！还有，大半夜的，注意防小偷，防坏人啊！哎呀，我的妈呀！咋还停电了呢？刚才妈呀一下，谁把谁劈了吧？ 别是坏人呐！我去看看。不是，这怎么还停电了呢？这黑区亮光，啥也看不着了。哎呦我的妈呀！这雷声也太大了！哎呀，哎呀妈呀！赶紧的，把耳朵堵上。 哎呀，这回就安静多了。哎妈，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那多害怕呀！哎，这物业的门开着都没锁上啊，肯定进坏人了。 吓死我了！你跑这儿干啥来了？我陪小米粒来了。你快坐那儿！哎呀妈呀！我好像是失禁了。我的妈！哎呀，你快坐那儿！干啥？你干啥来了？这不是电工师傅，人家在那儿修那个变压器吗？我是说给他们拿几件雨衣啊。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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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倩，舒服吗？舒服吗？难坐我腿上了。哎呦，走走走走，哎呀，我吓的。来人了，我去开门啊。你听，这么敲门，能像是好人吗？是哈，这大半夜的，能是谁呢？别是小偷吧？啊？干嘛呀？撬锁呢？快躲起来！啊！哎呀！有人没？哎呀妈呀！这咋这么黑呢？有人没啊？哎哥，这门锁我整开了啊，完活。啊？不是门锁，是屋里柜子的锁啊。不是柜子，这屋哪有？不，你手指头插我嘴里了。谁？是个气球。啊。啊，行哥，我知道了，这屋里没人，啊，那我就开干了啊，行，挂了。小偷，确认无疑了。这样，咱俩只能智取。待会儿你往沙发那边跑，出个动静，他回头一看你，我把他扑倒。干啥呀？我跑不了了。你怎么了？腿抽筋了。我跑，你把他扑倒。咱俩一起跑吧。你跑，我把他扑倒，要不然我打死你。我还是跑。妈呀！谁打了人？不是，谁呀？这叫锁上了。啊！成功。成功。电话，他电话。你是谁呀？战利品。你是谁？我们是志愿者。小媳妇爷爷，哎，我现在回家，把我人的三轮车蹬了。蹬三轮车干啥呀？把他送派出所去。直接报案不完了吗？小姨父爷爷，下这么大雨，还麻烦警察叔叔干啥呀？他们就够辛苦的了。就咱俩，直接把他送去不就完了吗？你等我啊，我现在就走啊。好，你快点回来。好，我怕我收拾不了他。哎，我说外边那个，你要干啥呀？干啥？你这个小偷干啥？不是，谁是小偷啊？我是开锁的。啊，小偷都会开锁。不是，我这可是公司派来的啊。什么玩意儿？我公司派来的。哦耶，抓着一个团伙。这下功劳力大。别动啊。不是，我说给你做一下笔录，说第几次到我们小区？我这第一次上班啊。啊，我这是第一次接活呀。我这第一次接活，不会有同伙吧？啊，没有，就我自己。这以前干活吧，我都是跟我爹一块儿。你爹呢？退休了。妈，干这一行也能退休？那你爹是平稳着陆呗？不是，你这叫子承父业啊，小偷。哎，我真不是小偷吧？那个，我给你证明啊，我给公司打个电话。我手机呢？在我这儿呢。我手机咋在你那儿呢？我拿的。哦，我明白了。
你这是贼喊捉贼呀、啊！啊，来人呐！抓贼呀、啊！抓贼呀、啊！来，大夫，大夫！哎呀，大夫，大夫，你别敲了，可震死我了！震死你！哎呀，大哥，我求你了，求你了！服不服？哎呦，服服！我给你开条缝，你把这手机的灯给我打开啊！啊！待会儿我得看。快点，别出来！哎哎，大哥，我给你开啊，我给你开。开行了，行了，大哥，给我那个，哎，哎呀，这往哪儿？大哥，啊？我都说了，我不是小偷啊。我跟你说啊，啊，你别乱晃荡，我得找个绳把这个箱子捆上，要不然他出来了。你别着急，别动啊！喂，来一个。亏了把灯开开了。这也没绳子呀，我到里屋找找。别动啊！没。人呢？啊？哎妈，憋死我了！幸亏我爹教我一独门绝技，从里边开锁。人哪去了？这是？哎，来了。哎，哪儿也别跑啊！咱们呀、啊，牢牢开了。人呢？不，你给我进去吧你！我开，你给我开开！哎呀，开门！哎呀，小样的，我是开锁的，你还想锁着我呀？啊！摆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把手机给我，我就让你出来。你让我出来，我就给你手机。你把手机给我，我就让你出来。你让我出来，我就给你手机。你出来给我手机。好。我怎么说不过他呀？我。行，行，那个你听着啊，我把门打开，我开条缝，你把手机递给我。对对对对对，就像刚才我那样。哎、来来来，哎，好，我开了啊，开开。哎，对，来，你把手机给我，你手得伸进来，来，你来拿，你快来拿吧，给呀、啊，给呀、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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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哎呀，大哥，服了没有？服了，再来，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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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大哥，轻点，没了是不是？走，哎呀，别动，哎，不是，捆起来，捆。哎！救命啊！救命啊！我来了！哎，救我呀！等哪儿呢？在这儿呢！王小川，快来呀！在这儿呢！哪儿呢？救我！快点的！哪儿？站住！到你！我打错了！我是你小姨夫，我打的就是我小姨夫爷爷！站住！别打了！我。是小姨夫爷爷，小偷呢？看不着啊，黢黑的、啊，在这呢。别跑！在哪呢？哎，哪儿跑？小子，快把他给我按住！哎呀呀呀呀！宋师长，哎，我打错了。哎呀，你别跑！你过来，别跑！我哎哎怎么还是我哎呀还是我错了我来我找你你也别我哎呀这回对了干嘛呢这是啊啊抓着一个小偷小偷啊谁呀、啊、哎呀妈这不小黄吗小黄我认识他他是开锁的、啊、开啥锁呀那个我大姐夫不去外地出差了吗把一份重要的文件锁在物业的保险柜里了他让我找开锁的来我就把小黄找来了他不是小偷快快放开小米亮啊他是谁
她是我小姨夫，她是好人。她是好人啊！我这手，妈呀，手肿了。她又是谁？我向你介绍一下。她是我们小区的，她叫王小倩，也是个好人。他是好人、啊、你也是好人、啊、对，都是好人。哎，对了，我让你开那锁开了吗？早开了，那里头啥也没有啊。你开的这个呀？啊，不是，我让你开那保险柜在里屋呢。走、啊、开那个去。开开不了、啊、太不像话了啊！我是靠手吃饭的呀，瞅瞅，赔我医药费。那个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呀，你看这样行不行？那个你这个手多少钱？你别狮子大开口，我们赔还不行吗？我这手可是买了保险的，一根手指13000呢。一根手指13000，那五根得多少钱呢？我是六指。还又多13000。你咋整的？那个小花，求求你能不能饶了我？我不是故意的。不行，小美，小美，那个求钱。小华，你看那个，他们也不是贵。哎呀，行了行了，我跟你们开玩笑的啊。哎呦，你们呢都是好人啊。你看这风雨交加的，舍小家顾大家，出来给大家帮忙，真对得起你们小区这个名字呀。什么？什么意思啊？幸福小区啊。啊，对对对对对，这是这幸福。虽然我这个手废了，可我还有这只手呢。啊，小米粒，开锁。哎，好嘞，这边。走，来，在这儿，过来，咱走吧。可不对嘛，要不然13000谁赔得起？是是是，快走，快走，快走。等会儿，都别走，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3、2、1，开！哎呀，太棒了，开了开了，我们检查出来了。天哪，真厉害呀、啊！单手开锁，行行行行，我离你远点，离你远点，离你远点。这小伙子你真棒啊。你们才棒呢，我得向你们好好学习啊。别，我们得向你好好学习，刚才呀是一场误会，是对不起了啊。对。这真是啊，一回生来二回熟，风雨交加干劲足，大家的事情大家帮，幸福小区真幸福。